Hello， 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， 今天继续来玩我们的 Big Day， 来吧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章节哈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我们这个区域呢，我们这个新大陆呢，已经全部打完了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里，王国，我要直接进来了。喂，太快了吧，我都来不及准备嘞。哦，潘乔，您在哪儿？在王国？什么狗屁王国？听说女王失踪了，呵呵，我看倒是未必。说点你感兴趣的，传闻那里有个组织，他们在挑选有能力的人。我知道你不愿意跟随，但他们会为优胜者提供大量的物资。哎呦，或许你可以去试试。我猜你一定是需要更好的准备。当然，你要是能顺便帮我打探一下他们的来路就更好了。啊！小三小，你这老狐狸，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好心，呵呵。哦，换土了哦。哇，这是什么？一把剑，时钟剑呢？哇，这谁啊？佛拉德大公。我怎么觉得我突然来到了那个啊，古前时代啊，来为我表演的。在这个斗技场杀死那些怪物，我会表现最好的人提供奖励，好好干。我喜欢有实力的男人，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哦，看起来就是那个啊 ，gay 啊，原来是这样子，哦，就这样打排名是不是？开始挑战，这不是主线任务吧？这都要干嘛？好，开始了，哦，哦，是 gay， 哦，来了来了。哎呦喂！哎呦喂！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说来就来！哦！哇塞！哇塞！哇塞！这个竞技场太夸张啦！哇！这些喵哥！哎呦喂！哦哦哦哦！为什么突然爆炸了？为什么突然爆炸了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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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，我要死了！谢大家，补血补血。这根本就是一个竞技场的概念啊！哇，这是怎样啊？换图，还换图？哎，为什么没有 BGM 啊？这里没有 BGM 太诡异了吧？照理来说应该要有啊。我觉得我应该先离开，我想要直接过主线任务哎。这个可以自己私下最后再来这边刷装备之类，这边应该是类似那种刷装。好，我死了。好，没有奖励，三波之后才有奖励。好啦，我知道这是干嘛的，这不是我们的重点。啊，我们重点是我们要去我们主线任务，应该是这里吧？没有错，就是这里。登录 ，yes， 直接登录进来。啊，我们记得那时候上一集是玩到什么组织之类的吧？就是某个地方有组织，我们可以过去。啊，看我们的那个谁，女主角是不是也在这里啊？全部都在逃亡，有没有？大家都在逃亡。哦，哇，这么多人啊！这是什么？卫队长詹姆士。妈的，这几周来这么多乡巴佬，哥伦布都要来这里，啊，都要从什么从这里蹦出来了。啊，牛仔们听好了，王国出于人道主义接收你们避难，我们很快就会带你们离开这里。士兵防守，啊，他们就是王国那边接受了这个。其他外来者的一个，喂，为什么突然咬我是怎样啊？我靠，是怎样？哇，这是我的士兵哦，哇，好爽哦！帮忙射哎，哇，射爆他们，顺便刷装，爽歪歪！哇塞，哇塞，好爽，好爽！咿呀！哦耶！哦耶！哦耶！我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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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也太多了！也太多了！
我已经不知道哪个是敌人，哪一个是自己的伙伴了。这个在跑什么的、啊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跑错边了，这边才比较安全吧？我们是要前进还是怎样？哦，没有，要守住哦，等待救援，守三分钟，要守三分钟哦。换一下武器好了，换个武器先。那我就在后面好了、啊，比较安全啊。哇，他们越切越进来啦，有没有拔蜡之类的、啊？哇哇哇哇哇！补个血，补个血，太多了吧？怎么还有从下面的、啊？哇，这游戏玩到后面会越来越难哦！哈哈哈！哦，撑住，撑住！我们还有几分钟？我们还有两分钟，然后我死了！哦耶！靠北，我死掉了！我要死了！谢谢大家！等你装好子弹，林北就要死了！哎，原来这可以上去啊！还早说嘛！快点！援军，援军，补血，补血，绕个一圈，快点丢补给包给我啊！好，没关系，我就这样绕，呵呵，我现在40秒，我要赢了。我靠，这边人往这边撸是怎样？撑着，撑着，撑着！快射，快射，快射！哇，这个子弹！哇！哇哇哇哇哇！剩下十秒，剩下十秒，自己人啊！快点，八秒，七秒，六秒，五秒，四秒，三秒，两秒，一秒，我要赢啦！好了，哎、欸，干还要清理大门，完了，我死定了。完了，完了，各种尴尬。补血，有稍微补一下了。我居然活下来了，林北居然活下来了。哦，哦，清理大门，清理大门。哇，大补大补大补，早该给啦，是不是？小嫩逼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这次顺利了，有补血就妥啦。有补血就妥了，干什么东西？死吧！真的很多啊，不知道说。哇！五、五、行，妥了。稳了，稳了！我靠，这些士兵！哎、欸，帮忙射啊！你们不要在那边发呆啦，虽然已经 safe 了，但也是要把他们全部清掉嘛。哦，不用了，到这里就好了。早说嘛，怕我盯那么久，赢了！耶、yeah! ！哇，车来了，车来了，救援部队。放弃码头，所有人快上车啊！这边人线的，看来当官的都一个德性，玩命的时候看不到人，跑的时候永远他们第一。荔枝，但愿你不用，你不用经历这些。哦，原来这是我女儿啊、哦！爸爸就来找你了。啊，大家都跑了。我一直以为荔枝是我的，啊，一直是我的那个什么老婆之类的，原来是我女儿啊！第二关。上层建筑，哦，什么自由女神像哦？这谁？川普？怎么感觉像川普？哎、欸，好像哦。特鲁姆公爵，来自大洋对岸的朋友，几十个世纪以前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王国随时欢迎你们。世界已经混乱了，但你们祖辈的故乡依然安全，这里也将成为你们第二个家园。忘记过去吧，新的时代就要来了。领会，
特鲁姆怎么会是他？那个政治贩子怎么长得像吧？可能长得像吧，我不在乎。这世道什么事可能都有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我刚刚听到有人在谈论女王失踪的传闻，难道？我说过，我不在乎，不管是狗屁政治家，还是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皇室。如果你这么热心，我倒是希望你还记得是我救了你，你欠我的。你说你是记者，那我猜找到的人，那我猜找的应该是你的强项。你，我没想到你会说这种。呵呵，好的，我会尽力的。现在可没有什么助人为乐的美国队长，有一个叫做邦尼的红发女人，带着一个可爱的小女孩。邦尼看起来很出众，你一定可以认出来，真假的？是你的家人？呵呵，一言难尽。他们应该比我们先到这里，帮我找他们，但不要和他们说话，告诉我就好了。好吧，我会尽力的。但这样好像有点奇怪。另外，我好像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我的名字不重要，我就叫做不重要。以后你就叫我不重要，知道吗？重要的是，你知道你欠我的，我会盯着你的。好，你们都听着，你们都听到特鲁姆公爵说的啦。老人、妇女、小孩去 A 区休息，会有绅士照顾你们。绅士，好哦。其他人都去 B 区巡逻报对报道，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。看看他们在码头的蠢样，还要用这种什么，反正就是刁难人民，组织巡逻啊！我可没想过免费的午餐，别是最后的晚餐就好了。好，他先去 A 区了 ，Good。好，我走了。然后 A 区，然后 B 区沦陷，然后我要在 B 区大战一番，是吧？哦，新来的，听说你在码头很能打，是不是？想要来一发嘛？没有啦，那这里就先交给你啦。要是害怕就大声喊，我们都会来帮你的。嘿嘿嘿嘿，自以为 ，shit， 好，被放生在这里巡逻了，清理小镇。哦，又来啦，来呀、啊！哇！哦呦，哎呦哎，哎呦哎！我真的觉得霰弹枪好用归好用啊，但它的缺点就是，它的缺点哦，太近，应该是说太远，太远射不到。这是我觉得唯一的缺点，不然的话，他近战伤害真的好高好高啊！这里吧 ，Hello， 有人吗？我靠，有狗儿，有狗儿！哇，我可以在这边隔山打牛，很可以，中打宝就行。这个是踢罐头的声音吧？会不会爆啊？我都射这么多下了还不爆，看会把它射爆之类的，还是说这个已经爆过了？好，算了，噔噔，哇，等一下，这个什么，为什么它的背后那么多很奇怪的光线啊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奇怪的东西没看过。哦，直接就过了、哦。哇，这居然是一只小头目。Easy， 来。该不会这样就没了吧？哦，我想说这样就没。哎、欸，小妹妹。呜，爷爷不见了！可怜的总是孩子，我好残忍哦！没办法，世界末日了。啊，为什么要有这个桥段？是故意要彰显这世界的冷漠吗？这好哦，嗯，非常的迅速的彰显这世界的冷漠。队长说的对，你果然有两把刷子。我也是奉命带你到这里的，别怪我喽。喂，别走！什么卫队长？你给我说清楚！
妈的，等我回去，我扒了你们的皮。哇，看到我这么屌，这么有能力，把我派到这边清这些敌人是吧？行哦，你们这些菜逼吧，交给我了。哇，这怎样？我砍，没东西。空空如也，哇有哎、欸！为什么我身上会啊？它会反弹是不是？哦，这一只会反伤啊！但是它反伤的那个，反伤的那个什么，伤害不够大啦，还好我撑得住，还好我撑得住。还好我撑得出啊！哇，这是什么致命黑洞？我被吸住了！哇，好有意思啊！这些家伙居然有精英怪，还有黑洞的那一种啊！暗黑破坏神哦，啊，你会不会到时候来一个就是啊无敌小兵？什么罐头声音吵死人了！啊，你要不要到时候来个无敌小兵啊？不要再踢罐头了，很吵。你这些哦，为什么就罐头的声音做得特别明显呢？为什么要做特别明显呢？又来，又要开始吵了。那个，我去啊！来吧。我还可以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救我！那吵死人啦！那我要把他带到这里，妈的，不要再踢罐子了，我要揍人了。呵，安尼卡无虾米声，较好。隔山打牛。这招超好用的、欸，隔山打牛法结束了，舒服，剪好剪满，不知你再给我踢试试看啊。哟。哦，这边真的超多，那个比较大只的那个就大佬了吧？那大佬挂了，又来了，听到声音不太一样，就知道又要发生群殴事件。有，爽哥哥。来啦，都来啦，来几个我都没在怕的、啊，拜托一发入魂呢、欸，上面好像没走过。哎呀，你看内将那个内脏直接爆出来，内将是什么？好，下一关，好爽啊！我觉得这个关卡有点类似，就像是每四关一个 boss， 每四关一个 boss， 哎、欸，就是像我们上一集遇到奥巴马。对啊，我觉得我们就两关玩一集好了，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。两关一集。我们现在拿到一个超屌的，收起来。这个手套的话也收起来，鞋子哦，血加这么多，收起来。然后这好像是新武器的样子吧？488，嗯，捡起来。这是什么？美国队长，感觉伤害都不错，伤害都不错，我就把它捡起来了。那这是怎样？俄罗斯姑娘。这是连发的，攻速240 SMG 冲锋枪，哦，新的斧头，哦，黑水十二型，表示想试试看，这次的装备都不错，好，除了这两个之外，离开 ，nice， 哪里还有啊？怎么又是他？妈妈不见了，刚刚是爷爷，现在妈妈，哈哈哈。还是那个孩子，嗯，
这鬼地方到底什么情况？那个记者也没有消息，我早就知道记者最靠不住了。还有那个狗屁巡逻队为什么针对我？一定是那个守卫队长，在码头的时候他看到我了。我得赶紧找到荔枝，赶紧离开这里。我靠，这个小女孩命真大啊！那么不知道几轮了，到现在还没事，屌哦！哎，结束了、哦，好吧。那下一集呢，我们再来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装备哈、哦，好，换上冲锋枪应该比较好打一点。好吧，那么今天先到这里结束，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玩到后面还蛮好玩的啦，哦，就是四关一个 boss， 四关一个 boss 的概念，好不好？那么如果喜欢这部影片呢，记得左下角的订阅，右下角的喜欢，或下方留言，或者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，或者是去我的 NoNo Life 按个追随，老头会不定时在 NoNo Life 做个直播。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